在肩上，或者是飞机场，人太多，有时也会这样，但这些都比不上想你，让你想打喷嚏，你紧紧地抓了你的鼻头，就说没吃，只要没有我，你就会打喷嚏。有种迷信，我相信，当你打喷嚏，有人在想你。有种迷信，我相信，当你打喷嚏，有人想见。Yeah.